来投投掉，直接拔掉，拔掉，拔掉，哦，啊，可以吸吗？不用啦，因为真的快出哎，快出哎。夏天就是要来海边，有没有闻到一股浓浓的海味？有，好咸哦！对对对，但今天没有让你们穿泳装，有没有觉得很可惜？啊，不会啊，我觉得还好哎。这次来呢，我们虽然没有下海，对，但在这个地方呢，刚刚有听过到他写青鲲身，那除了它是渔港之外呢，你看有很多船，对，然后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有这个，你们知道什么吗？那个寿司上面的虾子，没错，就是甜虾。没有想要纠正你，对，哎，真的长得很像甜虾哎，但这是鼎鼎有名的火烧虾，对，但是现在火烧虾产量是越来越少了，对对，这个要晒干嘛，晒干。哦，晒两天，晒两天，那为什么叫火烧虾啊？它那个形状啊，嗯，哦，灰烧虾，灰烧虾。哦，灰色的昂昂啊，它天生就是红色，因为像是蓝色，对对。干杯壳杯碗，杯壳剥壳剥碗，新鲜的杯壳杯碗的杯壳杯壳剥碗的，哎，所以你看这是很费工的，对，因为你杯壳你一定要自己杯。然后抽虾你也是要抽，所以青鲲身这里算是火烧虾比较大的一个产地。对对，我栽培全国，你栽培全国，你是厉害，火烧虾全国的人都八卦，火烧虾公主啊！那你带我们去你的店里好不好？走，快点，走走走，小心小心。先拿一只，先拿一只来吃。好，你要慢一点哦。来头，拔掉，直接拔掉，拔掉。哦，啊，可以吸吗？不用啦，因为真的快出哎，快出哎。对呀，下一个步骤是什么？直接剥吗？下一个步骤。200只，你自己想看，每次都好漂亮哦。对啊，对。那既然这样子，我觉得我们就不要破坏人家食材。啊，毕竟你看，毕竟你看这边都没有尾巴，你说没有尾巴加起来还可以凑一只蜥蜴。啊，钱都少掉了，对，都是钱。我们要先逃走吗？对呀。我们刚刚有问了一下，其实你到时候晒干之后呢，嗯，应该是要1600，你自己说还是1600。真的，我已经浪费了200块。而且重点是 LV 你买得到，这个虾现在产量越来越少，你可能想吃还吃不到。它养殖是没有办法，它没有办法养殖，它只能野生。养殖的不好出啊，不好吃。那姐，你这样子剥完大概花多久？算数好，500只吧。大概500只，你500只，你这样花多久时间？哎，晚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，哎，一小时。
不爱吃，快